主料低粉200克，鸡蛋一个，辅料无盐黄油65克，砂糖50克，泡打粉1/2小时，香草精华1/4小时，用餐人数1到2人。黄油是微软化，用打蛋器打成絮状，分2到3次加入砂糖，充分搅拌均匀，一点一点的加入蛋液，防止水油分离。接着加入香草精华，筛入低粉和泡打粉，用刮刀搅拌成面团，放入冰箱静置半小时以上。取出擀成4毫米厚的圆饼，用模子在上面按出形，放在烤盘上，烤箱180度预热13到15分钟，表面上色即可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